心脏及血管所组成的心血管系统提供所必需的氧气及营养至体内所有器官。犹如头发和皮肤一样，心血管系统从20岁开始老化。当年龄渐长，脂肪及胆固醇会积聚，并使血管变窄，而帮助血管放松及促进血液循环的一氧化氮也会逐渐减少，结果血流受阻及血压升高，进而导致心脏及血管内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而引发心脏病。别怠慢，今天就采取积极的行动。Elken LivXtra Yang 拥有超过15年的产品研发经验，采用协同 Active Plus 成分配置而成，为您的心脏健康提供6大全面的保护措施。LivXtra Yang 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加40%的一氧化氮生成，及其效应可持续长达6小时。它也有助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并维持健康的心脏血管。LivXtra Yang 的生物可用率提高了4倍，易于吸收和消化，并有助调节血液胆固醇的水平。LivXtra Yang 还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小板集聚，经证实的效果可持续长达至少12个小时。此外，它也有助钙代谢，减少血管中异常的钙沉积，甚至有效减少血斑形成，及防止高达14%的动脉硬化。研究证实，其效果可在体内保留长达72小时。LivXtra Yang 也富含强效的抗氧化剂，保持独一无二心脏的健康。即日起，远离心血管问题的风险，要活得健康，爱护你的心脏吧。爱康 LivXtra Yang 为年轻的心护航。